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吃的是螺蛳粉，还有水煎包。那我开始吃了。这个螺蛳粉刚刚尝了一筷子，直接把我呛到了，太辣了。这个螺蛳粉是用辣椒油去炒的。这个螺蛳粉有点咸，我再吃一筷子我就不吃了，不是有点咸，是特别咸。因为我没有放水去炒，就直接把它所有里面的料包都加进去了，不过剩下的都是一些料之类的。刚刚被呛到了，如果不是咸到难以承受，我都会吃下去的，但是就是咸到感觉有点发苦了。这个水煎包还挺好吃的。它这个底煎得脆脆的，这个冷掉了也不会发硬。感觉这期录的不是太好，因为这个螺蛳粉真的是超乎我想象中的咸。那今天就先吃到这里吧，拜拜。